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到大使命圣经教会的主日敬拜。我是荣业，我是本教会的牧师。在这个感恩季节呢，我们要想想看，我们可以感谢什么？我们的最大的祝福又是什么呢？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在波士顿的时候去看一个表姨，在她家的时候呢，她就给我们看她的结婚照片，这都是老照片了啊。她已经六十，那时候呢，她已经结婚了，跟她的丈夫呢已经结婚了六十几年了。在这个老照片，我们在看这个老照片里面呢，其中有一个照片呢。就是有他的父亲，穿着一个燕尾服，坐在一个椅子上，那他脸上呢有一个很满足的笑容。那我的表姨呢就跟我们说，他说他父亲呢这个笑容呢就是已经花了很多钱，那大家都很开心，他就很觉得很满足。所以坐着这个椅子呢，就笑嘻嘻的。我看见这个，我想到这个照片呢，就想到这个满足这个两个字啊。满足呢，在圣经上面所谓平安，就是等于满足。圣经的平安呢，不是我们人类世界上说的平安的这个同样类型的意义了。圣经的平安就是让一个人可以完全，可以全了。这个全字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称的满足这个两个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也说了，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就是所谓耶稣所说的这个平安呢，就是让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全了，都可以感觉满足。在这个疫情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有很多人并不满足，不满足因为到公共场所要戴口罩。有种人呢，对他们家人不满足，有的人对他们的工作还是失去了工作，还是经济状况不满足。甚至有因为选举呢，很多人对他们的政府不满足，可是身为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满足。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像我刚刚解释的说的这几桩事，而是我们应该满足的事呢，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生命中，所以我们最大的祝福，最大的大的恩典，甚至也是我们最大的见证，就是我们的平安，就是我们心里有平安，有全了，我们心里有满足。我们在这个感恩期间，让我们对身为基督徒、身为神的儿女，对每一个我们家人，还是对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都显出神的平安在我们当中。借此也想跟大家分享一桩这个很好的事大学团契跟青少年团契呢，也成立一个新的这个项目，每个礼拜五8点钟，青少年团契跟大学生团契呢会聚在一起，
他们新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叫看电影谈圣经。他们因为现在呢，也理解很多青少年呢，为了这个疫情呢，在家里觉得很沉闷，加上呢很烦，那就是用了这种轻轻松松的看电影的方法呢，可以对很多青少年的，我们教会的青少年跟大学生的朋友，不非基督徒的朋友，可以吸引他们到教会的团契里面来看一个电影呢，就借用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主题呢，来谈圣经的真理，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呢，也可以通过另外各种各样的方法呢，创新的方法呢，通过网络呢，我们可以拿神的平安，神的最大的祝福带给世人。所以，假如你认识什么青少年还是大学生呢，鼓励他们参加。每个礼拜五8点钟在 Zoom 网络上面，我们会有进行的所以鼓励他们参加。好，那也祝福大家，在这个在这个感恩期间，有神的平安，有神的满足陪伴你，感谢主。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当大家来到这个空中的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就来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接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第8章第37到第39节。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里的。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光景，外部的环境如何，我们活在天父的爱里，我们经历的生活当中的每一步困境，都是靠着神的看顾平安度过的。因为神太爱我们这些受造的，他甚至让他的爱子为我们做挽回的祭。所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向神回应他给我们永恒的爱。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基本上快到年底了。有人说2020年转瞬即逝，也有人说这一年很漫长。那回想这一年所有的磨难，我们今天还能够有健全的肢体在这里相聚，我们还真的是要数算神的恩典。为身体健康担忧的，为经济拮据烦恼的，我们都在神的恩典当中，在这一年一一的平安度过。面对现实当中的很多无奈，在困境里面，我们更加谦卑自己，把全心全人交给我们的天父，因为我们这些人就相信神所应许的。神在圣经当中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大能在软弱中得以完全。我们今天在软弱中信靠神，是越发彰显神的荣耀。神也说，不要惧怕，只要信，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就感恩的季节，我们都会来唱这首歌，《恩典够我用》。Thank you.
相伴，永不离弃，一生长相伴。来预备和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如此爱我们的主，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做你儿女的权柄，也感谢你给我们在你殿中敬拜你的权柄。天父，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在这个感恩的月份，我们更加感谢来自你丰富的恩典，因为你为我们供应的不只是属世界的物质的财富，你更是让我们在属灵上得到丰富和成长。我们尽管经历这个世界诸多的困境和羁绊，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神你永恒的计划当中。在我们平庸的眼光中，那些视为不好的经历都是有神你的美意在。求神保守，不仅让我们肢体病痛时得到医治，在我们心灵软弱的时候，也求你抚摸我们，让我们顺服神你的安排，也使我们的心灵明亮，了解你要我们懂得的真理，在困境中更加靠近你，亲近你，把你当成唯一的盼望。神你自己告诉我们，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求神看顾，时时让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提醒我们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也求神在我们心冷的时候怜悯我们，让我们以爱你，你爱我们的方式彼此相爱。求神使用我们，让我们在各样困境中经历神你的恩典，也让我们成为你荣耀你的瓦器。赞美荣耀归神。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好，主日平安，我是大使命教会的 Henry 贾。今天早上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来自希伯来书与以赛亚书和马太福音。首先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到十九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愿神祝福读他、听他、行他话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把以下主日信息的时间交给蔡万生牧师。大使命圣经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再次以神的话语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的喜乐，也是我的荣幸。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大家了，所以心里面呢也很挂念大家。但是我相信呢，
在很快日子里头，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呢，在实体上面再一次相见的。感谢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永不丢弃我们的神。我们先来读一节的圣经，希伯来书13章第5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让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么爱我们，因为你爱我们，这就够了。我们深信，今天这一段时间，当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你的话语可以再次来照亮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看到你的伟大、你的全能、你的荣耀，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真的是在你里面，因为在耶稣里头，我们一切的需要都找得到答案，也得着满足。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藏在主里头，保守我们的心灵常常来依靠主，在主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顺服主的心。感谢你。主啊，你是知道我们需要的，我们在你面前是，赤路敞开的。我求你这个时候亲自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向个人说话，保守一下时间，帮助我们。圣灵也求你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讲的能够讲得清清楚楚，听的能够听进心里面去，不仅是听到，更加是行道。我们感谢主，因为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更加应许不会丢弃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在你面前，在面对各种环境，不管环境多么的困难，我们深知道主，你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环境不能够把我们打倒，相反的，我们可以凡事上靠主得胜。因为像保罗所讲，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必定能够得胜有余的。这就是我们对你的信心。感谢主，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带领保守我们，让一切都能够顺利。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永不丢弃我们的神，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哈，这个图呢，其实是一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我啊，以前在台湾神学院的老师啊写的一本书。他写业薄记给这一卷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搁浅的日子》。啊，当你看到这个"搁浅"这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啊，对我来讲，看到"搁浅"呢，让我想起这个船啊，给卡在沙滩给卡住，或者是在给这个礁石卡住的样子，前进不能，往后退也不能的这个样子。那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呢，有时候也像是经历到搁浅的日子，你真的不晓得是向前好，还是向后好。向左转也不是，向右也不是。那其实啊，属灵生命很像天气，天气有春夏秋冬，对不对？那属灵方面其实也有春夏秋冬。在春天的时候，我们信靠主，与主同行，我们欢喜快乐，一切都好像是很顺畅的样子。但是冬天来的时候呢？好像外面是叫大雪啊，然后环境很寒冷，什么都不能做，实在是糟透了一个感觉。不管怎么的环境，不管天气如何，我们也深知道呢，我们的神他有一点他会做到的，就是与我们同在。
所以今天想要主张给大家的就是，神是永不丢弃我们的神，而且他的同在必定会使我们得胜的。首先，神应许永不会丢弃我们，在旧约的申命记31章第8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在这节圣经，我们看到神说必在、必与、必不撇下、必不丢弃。那这一位神，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神，他应许呢，与我们同在，不撇下，也不丢弃我们。这是他的应许，他会做得到的，因为他不会欺骗我们。那也就是说，不管环境怎么样，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打击，有艰难的时候，他一样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不会因为我们有难就离开我们。这是他的应许。那神做了他要做的，他会照应许去行，我们也必须要做我们的部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对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环境困难临到的时候呢，人很容易害怕的。就像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时刻都害怕躲藏起来。当主复活的时候，他见到门徒，常常他会第一句话就说出来，不要怕，愿你们平安，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呢，我们跟从他的人在遇到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会容易害怕的。所以不要害怕，因为神他是不会丢弃我们的，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来的。当我们看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先祖时期有亚伯拉罕，然后以撒、雅各、约瑟。到约瑟的时候呢，因为饥荒的缘故，雅各还有他一家人他们都搬到约瑟所在之地，就是埃及了。他们到埃及的原因就是因为饥荒嘛。我们可以说他们到那边的初衷呢，就是要暂时逗留在那里。但是当他们被他安排住在一个肥沃的歌山地的时候，他们住下来的时候，感觉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好了，供应也好，环境也好，住得也很舒服。结果呢，他们就忘掉了本来自己的地方，因此就长留在埃及，一留呢就是400年的时间。但是这400年呢的时间里面，使到他们这个对神的心也受到影响。不仅是如此，他们的遭遇的环境呢也更加的艰难，因为后来的法老呢已经不认识这个摩西还有这个约瑟，他们就是这些列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法老王呢就开始迫害这一些以色列人了。但是我们看到，当他们在痛苦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起神了。痛苦呢是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呼求。我还记得 C.S. Lewis 讲过一句话，他说苦难就是神的大声筒啊。Pain is God's gramophone。平时神向我们讲话，或许我们听不进去，因为我们一切都好，对不对？但是当苦难临到的时候，神透过苦难跟我们讲话，我们听见了。所以在苦难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向神呼求，结果神就兴起摩西来拯救他们出埃及。后来到了王国的时期，从扫罗开始，到大卫，到所罗门，然后再分裂。后来呢，
这个王国的时期，因为他们在那段时间里面，在先知三番四次警告他们要不要敬拜偶像，要来遵守神律法，他们没有听，结果这个王国时期就变成亡国时期，就死亡的亡，国家也灭亡了。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想起神的律法，想起圣殿被毁，他们把琴挂在柳树上。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地方唱耶和华的歌呢？”你可以想象他们何等的沮丧。当百姓都以为神已经把他们忘了，结果神很奇妙地行了一件奇事，在古列王之下，让他的百姓呢归回到自己的地方，重建家园。那虽然归回了一次、两次、三次归回，归回的人不太多，人是归回了，是回到这个自己的地方迦南地了，但心呢，似乎好多还是挂念这巴比伦的地方。人是回到迦南地，心却留在巴比伦的样子。人是亲近神，但是心呢，却不在神的面前。后来到了这个马拉基时期，我们看到呢，再有400年的这个所谓神与他们像是一种冷漠啊，这一个时期，神不再跟他们讲话了。所以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以为说，神已经把他的老百姓忘掉，不再理睬他们了。但是感谢神，一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在旷野里面有旷野的呼声，神预备了施洗约翰来向百姓呼吁说，要回到神的面前，他们要悔改。因为呢，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感谢神，在这种情况底下，神呢应许说，这个透过玛利亚，将会有救主降生下来，而且他的名呢要被称为以马内利，特别强调这一点，神与他们同在。我们看到呢。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当他开始服侍的时候呢，他也拣选了12个门徒。他拣选12个门徒，除了教导他们、训练他们，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与他们在一起。那么虽然是如此，我们也看到呢，门徒经常令主失望的。其中一位彼得，像是代表性的人物哈。他也经常令主失望，最大的失败的地方，莫过于当主被捉拿的时候呢，他3次的否认主。但是主没有丢弃彼得，当他复活以后，他重建彼得对他的爱心和侍奉他的心智，结果彼得心回到主面前来。他侍奉的心，他爱主的心，再次被建立起来。在五旬节，当圣灵降下来，能力降在他身上，他讲道的时候，他讲的道是生命之道，是经历到这个失败，然后经历到神能力的道。结果呢，一场道讲到这位主复活了，3000人就得救。我们看到呢。主还是大大使用这一位曾经令他失望的彼得，主没有丢弃他。再来，主应许不撇下，也不丢弃我们。在希伯来书13章第5节，作者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写的时候呢，当时的信徒正在面对逼迫，
而且相当广泛的逼迫，所以他信徒呢在那个时候也有一种试探，特别是从犹太教背景出来的那些基督徒，他们有一种试探，就是要回到以前的这个犹太教那边。为什么呢？因为犹太教你回去会堂啊，你有保障，因为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但是在他们没有踏进这个会堂之前，他们要讲一句话，我否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受逼迫要回到以前的地步，要放弃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在这种情况底下呢，神告诉他们，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总不撇下这句话哦，其实我们讲重复的否定啊 ，double negative， 英文的翻译就是 will never ever forsake you， 那也就是说绝对不会放弃或者丢弃我们的意思。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也曾经亲口告诉这群的门徒，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8节，主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他们永远会有神为他们的父。主也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他不仅不撇下他们，他还要回来。回来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不仅是如此，我们看神给侍奉他的人的应许呢，就像耶稣亚一样，在耶稣亚记一章第五节下半段，他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看耶稣亚要借过摩西这个棒，摩西的棒子好大好重啊，实在不容易接哦。所以他心里面惧怕，他对于前面呢充满着一种的不确定，他心中呢充满着害怕。在这种情况底下，神就鼓励他，跟他说，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他看到神怎么与摩西同在嘛，对不对？神怎么透过摩西行神迹奇事，他是看得到的。他也知道这事情发生呢，就是因为神与摩西同在的缘故，不然的话呢，事情不可能发生的啊。比方说敲打这个磐石，磐石就有水涌流出来，这是神同在带来的一种能力结果。不仅如此，神也跟耶稣啊亲口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换句话说，神一样会与他同在，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绝对不会丢弃他，也不会撇下他。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神用他行很多神迹，过程里面经历到很多困难，但是每一次神呢都彰显他的大能。耶稣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也是经历许多许多的挑战和困难，但是我们看这个耶稣亚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神也同样的借助耶稣亚的带领呢，使百姓经历许多许多的得胜，南征北伐，来攻占了这个迦南地的地方。到处去打战的时候，敌人听到耶稣亚的名字呢，他们就上胆了。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神，他们都知道，连敌人都知道，神是与耶稣亚同在的，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敌人也有他们的神同在，但是敌人也知道，耶稣亚的神是不一样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第二点，我们讲到神永不丢弃我们的时候，神呢更加应许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有保证的，因为同在是神的应许。
神喜欢、愿意、乐意与他的百姓同在。神同在就保证成功。我们看大卫的身上呢，就看到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在历代志上面11:9，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呢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卫固然是能够打仗，大卫固然是个谋略家，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强盛成功，在他带领之下，以色列国达到了这个黄金的时期。圣经解说，大卫的成功不是因为他特别的强或者能干，而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后来我们看到先知的时期，在遇到这个被掳的打击的时候，先知以赛亚有这样的话，在41:10，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一手来扶持你。那在百姓被掳的那个时期，他们感觉到信仰上很软弱的时候，神呢亲自告诉他们，他会坚固他们的信心，神会帮助他们，给他们力量来完成他的旨意。更加也在那个时候呢，神也跟他们说，提醒他们，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神的同在并没有因为这些打击临到环境改变而改变，神照样是与他们同在的。而到旧约最后一次提到神同在的时候呢，是讲到将来，撒加利亚书10:5，讲到呢，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在将来神也照样的与他百姓同在，而且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能够践踏这个仇敌的。感谢神，神主应许同在。我们也看到神同在的全面性，在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1:23，讲到主的降生，就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与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关于这个救主的降生，天使已经很强的宣告说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到马太最后一章，主复活前赐下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样的话，在马太福音28:18-20，我们可以一起念：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在整个大使命的颁布的时候呢，圣经再次强调这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神与他百姓同在。这里不仅是同在，常与他们同在，每时每刻的意思，不仅是每时每刻的同在，而且是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今天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哪一个时刻神是没有与他百姓同在的呢？答案是没有的，因为主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从历史这样很快速看一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呢，神的同在真的是有天地的分别。我们做信徒的今天真的要了解看到这个真理，就是说神同在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何等何等的重要。我不能够太过强调这个真理、哦、因为它实在是重要的。主应许我们同在，主同在也带来权柄、啊、
因为在第十八节，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这不是部分的权柄，是所有的权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的主呢，被称为万主之主，主宰的意思。在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主当他讲他有了权柄以后，他就吩咐门徒要去。我们这个去跟主的权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如果没有权柄我们去，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凭什么而服侍而工作呢？对不对？但是感谢神，主他说他有权柄，这个权柄已经给我们了，但我们所以我们要去靠主的能力和权柄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当大使命赐下的时候，200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呢，你要了解哈，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火车，啊，那么要到普天下去，直到地极来传福音，谈何容易呢？对不对？怎么可能完成这件事情呢？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不一样了，有汽车，有飞机，啊，有快铁等等，实在是太方便了。更进一步的，我们看到今天有这个网络啊，透过这个网络呢，我们看到时间距离再也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今天要把福音传到这个天下地极，已经不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一不可能是你心里面的想法啊，会拦住你去完成主的大使命。主呢，2000多年前已经看到这个情况的可能性会发生，所以他赐下这个大使命，叫我们把福音带到地极去。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给我们权柄这样去做。所以有人说，有一天大使命呢会成为这个大完命，啊，The Great Commission will be the great completion， 完成这个使命啊，有一天会完成的。当这个工作完成的时候，主就再来了。因为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说，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嘛。主应许我们同在，这个主同在的真理我们要懂啊。这个主同在是永远都与我们同在，主同在也有很多很多的含义，有很多的真理我们需要讲。我们讲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教导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主说都教训他们遵守，不是部分的教，而是全部都要教。我们讲真理要讲的完备或者全备，因为呢，真理对我们都是有益的，包括那些我们不喜欢听的话，包括那些我们听了以后扎心的，那些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让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都要把神的话语呢分享出去，来造就和建立神的教会。第三，主应许得胜。我们看到主应许永不会丢弃我们，主更加应许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再来我们看到呢，主应许我们得胜。这就更进一步了，他的同在给我们生命带来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得胜的不一样。我们看启示录23章讲到七教会的时候，在讲到教会有主责备有主称赞以后，后面呢，其中间呢都有
这里面呢都有提到得胜的就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给主呢给他们应许，然后主说今天主圣灵向教会讲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是今天听神的话语是应当听的，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今天还是耶和华如此说，像先知在你们面前讲话一样，那怎么样呢？我们就应当来听，听的话就会带来给我们生命得胜的。得胜有几个条件，首先得胜条件之一就是要信靠顺服神，像摩西耶稣亚的时代一样，你看耶稣亚生命神怎么样吩咐他他就怎么样做，在那个时候呢，神是直接跟摩西讲话的，像面对面朋友讲话一样。那个时候的政治呢，我们叫做神权政治啊。摩西他要做的就是顺服神，跟他讲的话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每一次顺服神呢，我们都看到无往不利的，一定会得胜的。第二，得胜的条件呢，就是刚强壮胆。耶稣亚记第一章我们看到呢，神三番四次的来坚固耶稣亚的心，因为他面对的这个敌人很多，他要打的仗很多，他面对的挑战也很多，在他前面摆上前面所遇到的太多可怕的敌人了。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神又告诉他说，在耶稣亚记一章第五节，听了这句话呢，我相信如果你是耶稣亚，你也会非常的振奋起来。一章五节，耶稣亚记，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什么意思呢？敌人不要出现，一出现他们就会溃败，站不住脚嘛。你看，哇，这一种的人生啊，这一种的所谓打仗啊，我们打起仗来也轻松的多，对不对？也信心的多了，那个士气很高昂，对不对？因为主已经讲了，没有敌人能够在他面前站得住脚的。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是如此，因为敌人听到耶稣的名，知道这位耶和华神与他征战的时候，他们都溃败而逃了。得胜条件三，就是要拿起权柄。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我告诉你们，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按照19节，我要把天国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那马太福音有两次提教会，16章、18章都提教会的。第一次提教会呢，当彼得他承认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宣告这个重要的真理以后，彼得就说了啊，你是彼得啊，什么是神启示你的？然后主就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换句话说，谁胜谁呢？就是主要建立的这个教会要胜过阴间的权柄。换句话说，阴间的权柄包括死亡在内都会过去呢，教会还是会存在，直到永远，直到在天上。这就是主要建立的教会。今天我们所参与的这个，你允许我用这个字，事业啊，不是暂时的，是直到永远的一个永远的国度。所以你和我今天在这个侍奉里面，我们应当振奋起来，应该刚强壮胆，不要气馁。环境艰难没错，不要气馁，我们努力靠主起来啊，得胜。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呢，在启示录第17章14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就讲到敌基督他们了啊，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终身的也必得胜啊。到最后一个结果我们看到呢，羔羊必胜，我们也
必胜。羔羊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羔羊已经得胜，在十字架上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得胜了。所以得胜不是一个疑问，得胜是必定的。主既然得胜，我们也必可以得胜。得胜条件第四个条件就是认清事实。事实什么呢？就是主已经给我们权柄，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仇敌。在路加第十章第十九节，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那主给我们权柄了没有？已经给我们权柄了。怎么样的权柄？是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的权柄。这个权柄不是世上的权柄啊，这个权柄是天上的权柄啊，这个权柄是属灵的权柄啊，这个权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那个权啊，主已经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见他，这个蛇和蝎子代表魔鬼撒旦，他的权柄我们可以胜过他。而且呢，主更说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换句话说，绝对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不用怕的。我们拆偶像，我们把这些拜偶像有关联的东西，包括这符咒，把它烧掉丢掉，奉耶稣的命，我们不怕的我们听说有什么人什么地方有家里面看到鬼，奉耶稣的名把他赶出去，不怕的。为什么呢？因为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因为主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们。你要真正经历到主这个权柄，你要到这些势力所在的地方去，奉耶稣的名把他们赶出去，你就看到主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所以感谢神，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一段，今天这个主题，听了这个信息以后，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或许今天你正面对一个搁浅的日子，但是主的应许是非常清楚的，他应许永不丢弃我们，他更加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不仅如此，他更加应许呢，我们要得胜，像他得胜一样。所以大使命圣灵教会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一同得着鼓励。我们来祷告。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求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今天能够再次来到你面前，来紧紧依靠你，每一天在生命里面操练你在我们里面的同在，经历与你亲密的关系，然后靠主能力天天得胜，以至于在世上我们真的能够容身一人。感谢赞美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今天成为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满足。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祷告，阿们。好，神赐福大家，有机会我们再见面哈，Amen。这个信心，我们每一个人更加坚定对主的应许的相信。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你的恩典不离开。是主，谢谢你，你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狂风暴雨巨浪中，主耶稣，你的爱是会与我们同在。耶稣，我赞美你，你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我呼求你
的时候，你是我心中力量，再一次刚强起来。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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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风暴雨巨浪中，你的恩典不离开，你是我盼望，我唯一的最爱。狂风暴雨，狂风暴雨巨浪中，你的恩典，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盼望，我唯一的最爱。弟兄姐妹，我们呢现在为奉献祷告，来，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阿爸父，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的，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是我们的依靠。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期间，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无助，人的微弱。在这个期间，人失去了依靠人的方向，我们只能依靠我们的真神，我们的耶稣来带领我们。能够有这个盼望的目标。我们感谢你能够继续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有信心能够知道明白神你是不会丢弃我们的只要依靠我们的真神你会让我们得胜的。我们也感谢你
能够在让弟兄姐妹能够继续在顺服的工作上面，能够以奉献，能够通过奉献能够做到顺服的工作。我们也求神能够怜悯在这个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的期间，能够怜悯这个国家，能够给这个国家领袖智慧，能够带领众民族百姓走出这个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的期间。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奉献的交在你的面前求神能够允许也能够使用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我主圣名， Amen。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弟兄姐妹，以下是一些会务的报告消息。首先，因为我们欢迎如果有第一次参加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在线上参加的欢迎你们，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来到这个大使命教会线上聚会的时间，也希望能够你们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的一家。因为最近冠状病毒的感染率在纽约不断的上升，教会暂时计划还是每个月只限一次在主日，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在教会内进行崇拜，其他的主日是在互联网用 Zoom 的方式进行崇拜。弟兄姐妹可以把你的奉献经过教会网站进行，也可以把你的支票寄到教会。教会从本月起到年底接受这个年终感恩奉献，该奉献是将用于支持各宣教机构跟明年的短宣事工。请弟兄姐妹凭你自己的信心，在十一奉献以外能够慷慨奉献。在奉献的时候注明为年终感恩。目前我们收到的年终感恩奉献有1100块钱。另外儿童主日学是每周是也继续通过 Zoom 进行，请所有的家长把你的邮电地址寄到 gcbc.ny.kids@gmail.com。教会继续每个礼拜三晚上9点在网上举行祷告会，大家可以依照参加主日崇拜的方法或打电话参与，鼓励所有弟兄姐妹在祷告会中分享你的需要代祷的事项。今年教会继续在推动田的事工，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四位亲朋好友为他们祷告的话，请你能够列出他们的名字，能够使他为他们祷告，能够早日认识我们的主，信靠主，甚至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教会。读经计划，教会的读经计划9月到年底的是读完新约，每天要读两天。这一周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至以弗所书第二章。下面是肢体代祷事项。首先我们为许牧师和师母的
身体健康。许牧师跟师母在佛罗里达州特别是为许牧师他的身体，他是每天仍需要使用持续性正压呼吸器睡觉，为许牧师跟师母的健康，为他们在佛罗里达的安全祷告。第二是我岳父最近因为在家里跌倒，所以呢他进了医院，不过他已经出院了，最近这个挺安稳的，所以也感谢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前段时间为他祷告，求神继续让他能够更快的康复。主啊，你姐妹的女儿身体不易，求神赐诸姐妹力量照顾她。还有我们教会的 Polly 姐妹回到台湾探望她母亲，就是能够保守她的脚步，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最后就是为在失业的，在冠状病毒失业的期间失业的弟兄姐妹，为他们能够早日找到工作献上祷告，求神为他们开路。好，我们祷告到报道到此为止。我们也谢谢所有弟兄姐妹参加大使命教会的聚会。末祷之后，我们散会，下周见。